各位早晨，又嚟到翻工時間啦，一齊睇下出邊嘅交通情況。我哋先睇下九龍過香港嘅行車時間啦。公主道南行線近愛民村，而家經洪隧咧會係交通繁忙，用十分鐘；而經西隧係交通正常，都係用十分鐘。我哋轉睇下。加士居道东行线近香港理工大学，而家经洪隧会系交通繁忙，用十分钟；而经东隧就系交通正常，用十四分钟。我哋睇埋新界方面啦，吐露港公路近科学园，而家出九龙东、九龙中同埋九龙西都已经系交通繁忙啊，分别用17、22同埋20分钟。